建党。
我主席，我主席，我主席。我们要求员工，这样可以吗？好，了解吗？请问一下，你要把它三等份的放法有几种？五千多种，五千多种，把那边给周围，你都可以把这一条的三等。你要从头连到尾。对，只要从头连到尾，你都可以把它切割成三等份跟两等份。了解在讲什么吗？关键在有头有尾，去两上这里。那如果最近呢？如果这条不见了，突然有重吗？怎么办？我让你怎么办？请问一下，如果这一条不见，哪条不见？对，换下一条啊！哦，只有这两条，上来。你要成功啊！你们是理想。我跟你们到底嘞？理想。他完全抓住重点。我这个放在。是假的。完全抓住重点。有啊，我知道。对吧？对。那一条红色线，那一条红色线感觉像整条擦掉了，对不对？有一个点擦不掉，橘色线的点，橘色线的那个点本来也在红色线上，对不对？哎，这个点擦得掉吗？对。可以利用这个点当头，对不对？头，然后再加尾巴，不就解决了吗？所以橘色线，也就是说上面整条红色线可以擦掉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个点还是在红色线上，对不对？所以你还是从红线到红线，虽然红线可能擦掉，你仍然是从红线到红线。所以呢，你仍然是多少？三十二，仍然是三十二。了解吗？像我下面这条也可以擦掉，可以啊。不行的，不行，没有擦掉。你只要把这两条红线回来的，把它擦掉。对，如果我把上面那一条。画回来，我就可以把下面这一条擦掉。请问一下，我能不能把它三等份？可以，就一样，怎么放？对，下面这个点，对，头到尾，了解在讲什么？了解。有头有尾，我一样也可以把它。我一样也可以把它。把这一条，我现在放上去的这一条，喂。上面的这一条一样，也可以把这一条切割成两段比三段。知道在讲什么吗？懂。我现在在讲什么？对呀。我现在在讲什么？数学。这是一个什么图形？来，注意看，这是一个什么图形？三角形。这是什么线？平行线。什么线？这是平行线，对不对？平行线这里如果是二比三，这边一定也会是二比三。这一条平行线只留一个点。哎，对，可以看我这里。俊良注意听了，卫星要看我这里吗？好。这三条最后你看到、哦、最后我们如果把它全部擦掉，如果把它全部擦掉，我把那个白色线擦掉。我把不相干的线拿掉。对，专心一点，看我这里，看我这里。好，看我这里。好。来，看我，看这边，这里，看我这里。这两条留着，这一条虽然被擦掉，它还留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关键在，如果这两条平行，如果这两条平行，我就可以把任何的一个。我把任何的一个长度，我想要把它二比三都可以，了解吗？只要你这里是两段比三段，这一条放上去，刚刚我们把这一条放上去，它也可以被切割成二比三，哎，啊，但是你眼睛看到的这是一个三角形，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我这边画一个三角形，只要这一条是平行线。如果朱一平行 BC， 嗯，不像嘛，朱一平。
平行 VC 会让我们得到什么结果？会写什么？A B 加 A B， 中一平行，它快点出来。A 加 A 线，你赶快。A 加 A 线，比例比重好，赶快。好，平行，然后上面的平行线剩下一个点，对不对？上面的平行线被它的剩下这个点而已，对不对？剩下这个点而已，那这个平行线。就可以很顺利的，只要这样子把通过它，我一定可以把它切割成相同的平行，对不对？也就是说，平行线可以把这个线段，这一个切割出来的比例跟这一个一样，跟这一个切割出来的比例会怎样？一样，一样，会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解释？ADDB 的切割方式。ADDB 的切割方式会跟 AEDC 的切割方式一样，切割的方法一样。而且在讲什么？来，这个图写在笔记本上。来，中间这里要有，就画中间这里要有。你见过吗？然后上面画一条虚线。好，同学专心。上面画一条虚线，这条虚线最后只留下一个点，最后只留下一个点。但是有这个点跟这条平行线就够了，我就可以平行线就可以切割出相同切割方法的线段。你的线段。同学，你是要做完整吗？你看到的图只会看到三角形，但是你心里面的图必须要有，先心里面的图要有这三条虚线的平行线。这一条 AB 从 D 点被切割，这一条 AC 从 D 点被切割，它们跟它的切割方法相同，因为它被切在平行线上。所以这个相等等在切割方式相等，比这个比的符号是在分割两个不同的线段，这个比的功能是拿来做分割用的，分割不同项目等。认真写好，这是重点啊！我只要写文字都是非常重要的。等是等在，我切割的方式跟你这一条切割的方式是一样的，切割方法。等是等在切割方法，不要你写的名字。心一定要认真，图形要认真画，修剪真的，图形要认真画，一定要那心一定要用尺画，不要随便给我画。好了，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处理，这一条的长度是8，下面这一条的长度大概会多少？八小，八，因为这样，然后这等于8嘛，六开的，六开头，对，六开头，九，八，至少会比九还要再长，十二，会吗？你要十二还是十？十一，你比几分啊？你看，因为我这边这么大，对不对？那我比过来。我剩下这一段比这一条还短，所以就是说这一条长度比18还要一半，还要再长一点，它一半是9，比9再长，10，要10还是要10？比9还长，都接受了。你要多少？20，20，20，喂，
用超过九都可以接受啊。可是十啊！啊，我的我有语境，这样可以吗？有语境，有语境。现在我要解释到，然后就可以来，所以你觉得这条多长？几秒而已。四十二之间。你想要讲多长？二十是。啊，不行，十啊！那你觉得这一条有多长？你觉得这一条有多长？来，自己看长度。一条如果是十，你觉得这条大概有多长？六，或者是啊，六好了，六有道理，六有道理。你算出这一条是吗？马上，好，我给你的是长度哦，对不对？那我给你长度，确定哦。我给你长度等于再告诉你怎么推荐多少，等一下告诉你这一条 AB 总长度是28，对不对？对，我切割在18:10的地方，对，我的分割点我分割在18:10的地方，了解在讲什么？了解。那这里呢，我分割的位置应该要跟你分割的位置一样哦，因为我的切割方法跟你一样哦，既然切割方法相同，我就可以问你问号有多长。如果这一条是6，我就可以考你 AB 应该要多长。马上算。好 ，A 不是认真的，你可以给我差不多多少 ？A 一两三等于 A 一，给我差不多多少吧 ？A 要多少？好了。我告诉你 ，AD 长度18，我告诉你 DB 长度是10，我告诉你 EC 的长度是6，请你算出 AD 的长度。为什么它可以算？因为它们的切割方式相同，比例相同，我就可以解它。这个切割的位置跟它切割的位置在同一条线段上面切割方法是一样的，所以我可以要求你求 AD 的长度。答案不是整数，答案不是整数，是吧？要两点一万上下。哪同学，麻烦你们从现在开始改成这个写法。如果你刚刚不是这样写的，重写一次，但是不用擦掉，请你把这个写法重写一次，请你上下写，上下对齐写好，他对他，他对他，同样项目对在一起，同样项目对在一起。这个的切割如果是3:2，这个的切割是3:2，切三的地方跟切三的地方同样项目放在一起，上下放，不要左右放，上下。我说我的皮肤在你稍微啊。啊？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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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整套要写一下，你说。这本身月份哦。这个整套要写一下。我三五个月份。认真写，请你五次要认真写，是一定要认真写，哪里写？
来，找一种算法的亮点来，笔一定要上下写，来完整的写，只要你不是这样子写的，请你重写一次啊，上下摆好，切割切割摆整，取包，全部拿走，知道？然后请你的取包笔来，对，一定要写这个，上去练习这样子写。写好，一定要写，修写真好，你还没写。然后你的笔记尽量不要塞，反正你快写完了，我会给你换一本新的，所以请你不要担心后面快没空间，你就开始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了解吗？要写啊，帮助地球。如果你真的要帮助地球，你就不要你。要一个自己想知道为什么。自己拿着王宝贝去装。如果你真的爱护地球，都可以做得到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人，拿着王宝贝去装。我说爱护地球，我认真写又让爱护地球。我爱护妈妈哎。你哪波随便笑，想你哪波爱护地球啊？爱护地球。好比哦，麦小王子爱护地球。一般老师每周我们是用一种和黑，什么啊？老师经常犯出了破坏地球的东西，对啊，
这一边不是被相等切割吗？对啊，所以你平行过去会怎样？一样。你问这一条多少？七。没错。这一条多少？七啊。因为十四会被相等的切割，了解吗？接下来，红线跟红线平行，我跟你说。白线跟白线平行，题目说的。我来查红线是有。问这是一个什么图形？曲线。所以这一条红线多少？九。这一条白线多少？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请你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哇，我从头到。好厉害。这个才是真正的懂，等我一下。你有把这个图画出来才是真正的懂，直接用四除以二的，我不晓得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因为你们有些人我知道你们被教过了，有些人有被教过了，我习惯已经教过一行中线、三角形中线，对不对？有的我习惯有教过了，我看看就看得出来，看就看得出来。你会过去吗？不是，反正有些没有补习过的人，他的想法比较好。因为他就不会直接用公式，他会在不用想，会议就想得非常认真。虽然错了，但是他真的非常好。像那一张，我都会想要拿它裱框这样。虽然是被逼出来的，而且还是好认真。虽然是被逼出来的，就等一下。那一句应该不用说。他真的写得很认真。好，请你把这个图，这个现在你要画的是这个图。图位吗？来，这个的图。那是延边神奇之条。这个图怎么画呢？来，你要先画一个三角形，对吗？先画一个三角形，写 A B C， 对不对？然后呢，这边切割在中点，切割在中点，然后呢，这边切割在中点，切割在中点，然后呢，画平行线，画平行线过来，你要画跟下面有平行的感觉，所以题目要写。注意是平行平行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没有这个，没有平行线，就不会有等比例切割。有平行线，才会有所谓的等比例切割，切割方法才会一样，左右的切割才会相同。然后你请上，这里是九，这里是九，下面这里是十四。其实我觉得我下面这个以我黑板来讲，我不可以写十四，可以三。我这一条应该写多少比较合理？十二、十六、好，二十三，因为这一整条这么长哎，对，还这样不合理，我们停一下。但是，好，对，我们停一下。然后我也能声音，你觉得十二吧？对，十二蛮合理的，好，耶，好，来这个，以我的图，我的图哦，我黑板的图，我这里应该十二。然后呢，给你算出这一条的长度，这是我黑板的图。所以要算你黑板来算，都可以。反正哦，就是这里是九九，然后这一条是十二，其实就是这一条做六。啊，六怎么来的？图形画出来，我刚刚有教同学。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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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对？因为它是中庭。啊！下半身你为什么错？因为它不是中庭。我到了，三号那边。来，怎么做怎么中庭？那我在讲那个思维呢。来，这两个相等，对不对？所以你要告，你要图形上面要这样表示了。来看我 A 版，你看看你刚刚回去都做到这个，这个过去的时候，你这边应该要做一个标记。你有没有做相等的标记图啦？有。才代表你有做出完整的图形。有啊。来，接下来你在平行线过来的时候，下面那，下面这两个六。就会相等，对不对？因为平行，所以这边是对中点做切割，这一条也会被中点切割。但是这一条长度跟这条长度可以不一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它就被切割成六跟六。然后接下来，然后上面对，所以这里六，因为这个会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我可以直接用，用十二除以六的答案。没有。但是要看旁边有多少。重点对，没错，要先确定它是不是风险切割，这是关键。了解吗？它如果不是中点切割，就没有这个特性，对不对？好。这个如果是中点切割，这个就会被中点切割，这个会被中点切割，对不对？来，接下来继续看哦。我上面的这一条的长度如果是五，好，五比较而已。你们这条例子，二点五，对，来，二点五，二点五，对不对？要，对。你会看到这一个三角形，其实是色桃三，然后变小一点，一起色桃三。你行不行？要以终点，你把别的那个类型，这边再画个平行线，2.5，那就会2.5，对不对？2.5再得到2.5，对，大概。所以这一个也会是它的什么？看，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一条绿色的，就像这一条绿色的是那个五的什么？一半，所以5除以2，对不对？2.5，然后这一条白色的呢？这条白色的怎么算？12的半，了解意思吗？所以请问一下，猪一这个我叫它 F 好了，请问一下猪 F 怎么算？两个加起来，那不就是12+6+5除以二，再加多少？5除以2，再加5除以2。它这不就是在算算数加法，这个不就是在算我少一点点东西，这个不就是12+5除以2吗？我现在讲的是我是四年级的，这个叫做这个 T 型中点跟中点连起来去抓第二个来命名一下，你念起来就这边叫做 T 型是什么？一级公式。一级，因为它是中点跟中点连起来的线，对不对？没错，就叫做 T 型中线。中点线啊。它这条怎么你看，这一条的长度怎么算的？白色，对不对？加绿色，白色怎么算？12除以2，对不对？绿色怎么算？5除以2。那最后结果，绿白色加绿色，不就刚好是12+5除以2吗？了解吗？所以它刚刚好是什么？来，12跟5对 T 型来讲叫做什么名字？还记得吗？这底下的上一个叫上，一个叫什么？下底。所以把它怎样？5以2。来，请你把这个完整的做好。写完才可以下课，四分钟。从来，你的笔记怎么做？先画三角形，拉出红色平行线，了解吗？你要做这个动作，你应该要先画三角形。这个白色的线画之后呢，从 A 点拉出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出来之后 ，T 型才出来的，不然没有 T 型。拉出了 T 型，就多出了一个三角形。那这一个叫做三角形的中线，三角形的中线，注意是三角形 ABC 的中线 ，EF 那条绿色的是二桃三的中线，因为它是中点连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中线。不是中线，不是无中点。浮动线这个很不会，怎么样？你教他们。知道。但是它重力方面很厉害。你又知道了。大家都看那节目吗？重力。咋的啊？哎，你帮我们几年最喜欢哪一个？哪一个重力大哥？张哥。胡瓜。胡瓜。胡瓜。高进成。高进成。不是不是。往前。后面。我这边已经不在了。许孝顺，我再这样，来是。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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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后斜一下啊，肚子比较大一点，然后好，再站一下哦。哎，那个周子怡做的比较亮，红旗应该用比较大，好好的写好就可以下课。阿弟边看黑板边写，难怪字会很乱。不用教了，就是整个整个，包含那个对了要好好写啊。整个一起完成之后，一起完成之后，你最后写完了就直接交给他。发作呀，然后裁判很正常，裁判很正常。好了，裁判，交给就直接交给。完成。我在听懂了，我们以前的教练有一个新人，先从你看一下，你看到了，你又出现了，来，出现了，啊，过来，来了，来了，用什么声音来？来，认真一点了，让他这边啊，让他这边，让他来这边。我那边是三百，啊，一万两千多，是吧？够了吗？够了。好的，好的，我再把那个黑小狮子啊，小狮子，我回来。我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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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